袭击女陈伟，名店血拼一小时，噔噔噔噔，伟哥驾到，当然也有专门服务咯。继之前去完半山选豪宅之后，日前独自到铜锣湾名店血拼，左看右看，左看右看，伟哥选了前后差不多一个小时。好了好了，嘴也嘟了，终于都选完了，售货员讲到口水也干了，才哄得伟哥满上一个蛋，真是生意难做。亲鸭姐陈伟是加入无限之后，两岸三地工作不断，吸引力超强，但绝对不是大花筒。节俭的伟哥，真是谁娶到他都好运哦。